啥饭呀？没什么饭。饿了呗。饿了呗。现在都这么说话吗？开饭喽！拌的干豆腐丝儿，马蹄叶，蒜苔炒肉丝儿，还有一点剩菜。我说还有一点剩菜，别剥那个，剥少的，剥小的，那是给你爸的。今天咋这么冷呢？冷，还飘雪呢。上午飘雪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大，那我能不大吗？我不中午出去了吗？嗯。今天俩回来的可快了，老姑娘，你知道为啥吗？骑车顺风。那风刮的俩都要倒了。给咱俩吹过呀。嗯，我那车太轻了。搁那么东西，你告诉我骑了。咋不轻啊？春天风大。哎，给你尝尝这个。我刚开始还想问你这是啥。牛肉酱。嗯。牛肉酱。一说牛肉酱啊。骑啥？昨天拿回来好了，忘了昨天拌面条吃。拿着拌面条了。拌饭蘸酱吃都行。好吃吗？完了，那一罐谁也不能吃了，你爸可说都舔了。你又在骗我吧？就是想着好吃也不能多。哎呦，这不是你吃不了姑娘。好吃。越吃越苦，哈哈。咋的了？给，要给你，给。嗯，嫩，咋苦？叶也没找着。叶也苦，我吃的都苦。整的牙哈，还影响我发挥了。明天不去整去吗？去。你整完了以后就能吃东西吗？能。先给我夹，别临时的。你发没发现那酱有点像，就是咱们吃那个牛肉馆里的那个。对，牛肉馆稍微辣一点就。嗯，对，是吧？嗯，味道一样。叫什么牛肉面？牛肉面。啊，牛肉面那个酱哈。他跟我说要谢我干啥？你爸给你买的。那谢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猜的。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我是爸爸柠檬。我的是。没好喝，怎么感觉要爆了似的？爆点柠檬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还是漏了这个？有点像是。又漏了。我说怎么超时了呢？他是不是在路上摔了呀？你看我说问你。他是不是给喝了？你看。我说不对吗？这能这样？傻了吧？你看这里面，你看这里面。啊，这里面啥？哎，不行不行，姑娘，别放这了。傻了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人也不是故意的。啊，这香！你们爷俩啥意思？一人一杯。啊。兜里不太富裕了，这两天有点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买的。你猜呢？我那上回不答应你了吗？啊。还真是，不是我买的，别喝了，放那。他最近天天在喝牛奶呢，就这玩意儿，你觉得喝合适吗？合适啊，这玩意儿是比较好喝啊、哦。为什么给他买？他天天放学堵我，让我给他买零食，我都没给他买。坚持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为啥给他买了？这两天不感冒了吗？我答应他了，等感冒好了给他买一杯，可以吧？我昨天刷算数，你表现好了可以，能答应你。嗯。